迎大家好。我今天有一个好姐妹，她叫我叫燕。她今天被逼要帮我们来开箱。对对对。哎，但是有一些部分是她的东西，所以我是无辜了。我是负责帮忙来开箱。应该就一样东西是我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开箱，我们开一个比较小的，开始吧，我剪。最近有人要学唱歌，所以有这个东西。对，这是我的钢琴的椅子。终于到了，多少钱？对，终于到了。为什么你要去淘宝买啊？是因为这里断货？这里断货。哦，这里断货。然后他还有送这个，这个灯，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这个灯，看到吗？就开始看。就开始看，吓死我！那个差点剪到我的鼻子。这什么？这是我的洗衣袋。其实我在宅送就可以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在宅送买吗？为什么不在宅送买？为什么一定要去淘宝买 ？OK， 是因为宅送是买一袋2块钱，这个呢？是这样子，全部一起来，好像有5-6样，就5块钱。你觉得便宜吗？便宜。你觉得值得吗？这样子的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然后呢？这个呢？就是这个小姐的吃的。是这个不要紧哦，夹心海苔脆饼。它有里面有不一样的，然后有芝麻。对，有2包草莓脆，这是干草莓脆。这个是双层。然后你把东西粘在墙上，它就会很酷、稳酷。还有一个小剪刀，我哪里有买这个？这是我的。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你可以打开。哦、你猜猜那个是什么 ？No， 不要弄肮脏，这样放回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拿来放蒸笼里面的那个布。所以可以不用扔掉，可以一直环保。这个呢是我做假睫毛的胶，不好意思是胶带。你以后要卡什么吗？可以，以后要做睫毛我找他，可是应该暂时还不做不到他这么美的睫毛。时间要点，3年后再找他。哦，这是 spray bottle。Hello， 你知道为什么买这个吗？呀，你要撒油 right？ 对，因为你每次。都没有办法控制你要用多少的那个油嘛，然后每次都这样倒那个油，这样倒，然后所以你用这个你再喷一下，尤其是那种不粘底锅，然后就很好，感觉很 professional。其实会不会有点危险？可以不要碰水吗？我是负责打开的，我是下手。请问这个，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？OK， 你知道那个什么吗？这哪一盆栽用的 ？No。盆栽用了，你知道那个是哪一组的吗？我知道，翻白眼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睫毛夹子。其实做睫毛要买很多东西是吗？对，这睫毛夹，你看它夹子好吗？我看一下，确定吗？这都是它的，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我都认不得这是什么。你还挺不错的。你没有看到价钱的时候，没有要呐喊的感觉，好便宜啊！对，真的吗？有，可是也要找品质好的跟评价好的。对，这个又不是我的，你看我都开了很多，虽然上面写着 Pauline， 可以帮我把它全部放进那个袋子里面吗？里面装的是我睫毛用的，你看，那这个也是我睫毛用的，这个是放胶水的。哎，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，自己放盒子。哦，这是胶水，大概3到5秒会干。那等下我们就试在 Pauline 的眉毛上。真的吗？今天啊？哦，你买的8泡泡清洁剂，洗睫毛的哦。OK， 你知道我买了什么吗？因为之前 Danny 跟我讲啊，他要买一个相机给我，结果相机还没有收到，底片先收到，所以我就很开心，要买那个什么拍立得。然后在淘宝买的时候，它会
他会买，我买了五盒拍立得的这个盒子，然后他送了好多，你看这拍立得小相框，拍立得的这种贴纸，拍立得写你在贴纸写的那个笔，还有拍立得的 album， 还有一个小卡套。这个是他买钢琴的，里面有很多东西。Digital Piano 的那个琴架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长这样的，这个架要这样子。对，用讲很容易，里面有没有说明书？大家看一下。没有。哎，说明书在这里了。哎，不是，有说明书吗？装饭。没有哎。他给了一个小夹子，其他东西都是他的，这些都是我的。还不知道呢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，怎么川岛屋我没有买好多东西。这是买什么？家具、家庭用品。突然觉得我家里放不下，我买了一堆东西然后放不下。你还有很多在买，还来这里。哎，我这个是什么？ OK， 我买了这个。你知道中国它如果你买了一个数量哦，你就可以用一元来买到这个，是不是很便宜？一元。你刚才是买了多少？多少新币？两毛新币。品质还不错。OK， 这全部都是我的。这呢是买勺子，木勺。然后这个我不懂为什么还要买到这么大只的一个炒菜耶，炒饭。你买了什么？滤水架，就是你洗碗了过后你可以放那个。哦，放碗碟啦。对，我这两个礼拜都放在毛巾上面。它下面还有这个垫，我觉得 OK， 够大。像如果有人来我们家吃饭的话，然后我就可以这样摆。对，还要做黑暗料的东西。今天的炒饭好吃吗？今天我买的饭好吃。我的蒸笼，我的蒸笼的盖。啊？真的假的？盖。我的蒸笼。蒸笼不懂在哪？阿峰哥。对。我们每次都要用毛巾啊，我们拿了两个礼拜啊。Yes。Yes。完美姐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了这个你会傻眼。看，我们是不是差不多打开了？黑包，这是什么？没吗？你猜猜看，这是什么？烟灰缸。No， 我不抽烟。再猜，没吗？酱料的。Instagramable， 太好看了。你看，我们以后吃泡菜就可以放这里。来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蒸笼的盖，然后就可以配一个蒸笼。吹掉。对，它的品质有待改，它的品质这是可以，它的品质需要探讨一下。这个颜色美吗？这是放什么肥皂的？对，我跟 Danny 冲凉都用肥皂，对我们都不用那个。有好姐妹开箱真快，太多了太多了。这什么？这么小样的这么多？是什么？怎么这个跟照片不一样呢？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买的小布桌布，我本来是拿来当桌布的。这个小花，你有看到这个小花这样子？之后如果要在 balcony 吃烧烤的话，这个可以拿来当地毯。他们还有附送这个，可以把桌布夹在桌子，稳固那个桌布的东西。你就等我慢慢缝吧。厨房水槽过滤网，我买了100只，我看人家用还挺好用，就是你水槽每次。你洗东西食物对吗？对，然后就会你的水槽就不会吐出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这就是我的，这是睫毛卸睫毛膏，这是你，你还有，然后这个叫滴漏过滤网，这个是冲凉方用，你要吗？你确定你会用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我买 T 恤，之前我在 Zara 买的时候一件20块，我在淘宝买的话一件10块，算便宜吗？便宜吧。买了2件，在家我都穿白 T 恤，我总共有5件可以这样换换穿。这是我的睫毛刷，这个是我们上次淘宝看的衣服，然后我们不是有2件，然后我问你哪一个比较好看，对，然后你就跟我讲这件比较好看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 size， 感觉很大件，会很大件？不会，其实不会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高腰的，可以啦哦。OK， 我不知道穿到来会怎样，所以我每次等一下穿。我跟硕燕最少有2套衣服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To be continued。这睫毛用了眼膜，这个眼膜是先涂了过后才接对吗？对，就是保护你的眼睛粘在下睫毛那里。这是洗厕所的刷子，专门去买的刷子，不是应该买长的那种吗？这个是本来是拿来刷鞋子的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拿来
刷那个信，然后这个也是拿来刷信，每一个东西都拿来刷信就对了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我不知道，大家都讲这个味道很香，像洗头水的味道。嗯，对，对，蛮香的。之后他来我家就是洗头水的味道，我不用洗头。这个是拿来洗衣服的，你洗衣服的时候你放这个吗？它就会抓你的头发，然后你就把头发拿掉，它就是你衣服就会洗掉。我的衣服没有头发。叮叮，是不是谁给狗的？我是那只狗，可是其实不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是这样。叮叮，你再猜，坐垫啊？对，放椅子上的坐垫。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搬进来的时候本来是讲好没有家具的，结果我们之前的房客留了一堆的家具给我们，我们很感激。当时我就买了100个衣架，然后我现在觉得衣架太多，只要买衣架的可以找他，金色，对 ，Instagram 不？对对，然后他还可以说是我的东西有很多，然后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到底东西有多少。这个是树叶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夹子跟椅子，后面的都是我的。对，后面的这里。喂，我觉得这个它的质量还不错哎，地精就是来擦脚，白色，它的布很厚，对，白色，因为我喜欢，感觉像酒店，然后就买了这个，很便宜，很便宜，这样子块钱。为什么你喜欢酒店的感觉？那我就不用去酒店住啊。酒店不喜欢。这小姐姐。一年到头你住酒店的次数应该有呀、yeah, 就好像有上百次吗？有 Oh my god， 然后还住酒店住到不要再住啊。对，我很讨厌我们这些这种平民就没有办法住酒店。哦，这是绿茶茶几、这个、有给你们看，这是绿茶的茶几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，我之前有买过，但是过后就发霉了，所以你们这个东西一定要买。这个是把这个刷子放在上面，它就可以晾干。这个就是把绿茶倒进去，这个小竹子，你就可以把绿茶拿出来，然后倒进去这个杯里面。过后，这个刷要这样子刷，然后你就可以倒去你的牛奶里面，就可以做一个 latte。这个女人喝过我做的 latte， 今天有得喝吗？你要喝可以啊，我可以做给你。有牛奶啊？有啊，你真的要喝啊？你叫我们用什么冰淇淋吗？嗯，好吧。我想喝奶茶，可是他不让我。然后 delivery 那个吃茶3000，这里很贵，他不要让我订。多少钱啊？有5块，没有关系。5块，再加 delivery 5块，10块一杯拿茶，我觉得很不值得。可是喝了会肚子痛。你上次有肚子痛哎、欸？他今天不用回家，不然下个礼拜就来。垃圾桶，很可爱哦。可是有一夹子哎，你不觉得他们很 match 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买这样子的颜色呢？你丑吗？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样子，这么矮啊？嗯，放什么？你猜呀、啊。如果你知道，就会、哦、就是你从烤箱拿出来很热，你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我很喜欢的 vlogger Belinda 她有一个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。我们今天就用这个。对。我要泡奶茶给她喝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开箱到此结束。谢谢大家收看。